我们的产品有500年的历史。500年的历史，你开玩笑吗？Hungry， 匈牙利。匈牙利最有名的点心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我现在带你们去吃吃看，走吧。拥有500年历史的匈牙利烟囱卷，是东欧满街都可以看到的传统小吃。我弄好了，你们看。那直接撒上去。哇，这样子吗？嗯。真的美，对哦，真的嘞。这样子很特别，这个就是台湾味。这个你们吃过吗？没有吃过。你们看，哇，试试看，吃多一点也没关系。哇，怎么样？还不错，是。什么味道？外面很酥脆，然后里面松软，寿司那种汤汁那种感觉，有嚼劲，口味回香。好吃吗？你想试试看吗？一直看我，一直看我，不要担心，不要客气，试试看，喜欢吃吗？喜欢，这样我讲好。很好吃，哇，真的好吃。